9月19日晚，张宏杰通过微博首晒和女儿的合影，并称宝贝儿你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，并喊话老婆福原爱。照片中小小爱胖乎乎的脸蛋，葡萄一样的大黑眼睛盯着镜头，继承爸妈的优点，非常的漂亮呆萌。张宏杰一脸幸福的笑容和女儿脸贴脸，画面十分的温馨幸福。此微博曝光后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他居然这么有镜头感呢，像小爱。还有粉丝吐槽张宏杰，麻烦把胡茬剃一下，不要扎到小小爱，逗趣十足。这世界很酷。